真想起，雨也真想起，希望哪会无志气？爱也消失去，情搁来别离，想你想你，不知有啥意义？世界在探听，倒位有你的消息？我的感情予你百甲死死，我望天，我望地，敢会当卖创治？不知你接我是我。我不离不弃最残忍，盼我的火，敢讲是男人的泪，不愿面对现实，梦中最残忍。真想起，雨也真想起，希望哪会无志气？爱也消失去，情搁来搭你，想想你，不知有啥意义？世界在探听。倒位有你的消息，我的感情予你百甲死死。我望天，我望天，敢会当卖创治？不再爱你，切我是我。我不离不弃最残忍，盼我的火，敢讲是男人的泪，不愿面对现实，梦中最残忍。我望天，我望天，敢会当卖创治？敢讲是男人的泪，不愿面对现实，梦中最残忍。黄文馨、吴淑敏，欢迎，欢迎两位。Hello， 你们好，文馨好，主持人好，好朋友又来了，真的真的。刚刚文馨啊，开场带来的《乌光猛听》，这是力友哥的歌嘛？是。那那个淑敏姐呢？你的《爱是虾米》这首歌词是你写的？对。当我写这首歌的时候呢，是先有曲哦，所以我听到轻快的歌，然后想说啊，这个轻快的歌是被虾。对嘛，写一下较甜蜜的歌词，所以呢，就想象自己在谈恋爱的过程里面，都是希望怎么样，希望怎么样，对，长久又甜蜜，对不对？是。
讲到这个甜蜜吼，即马全台湾吼上甜蜜的就是黄文馨。哎呦，对呀、啊，最甜蜜的。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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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呀！来来，文馨来介绍你的这个专辑呢。其实你看大家看到这个封面嘛，也是用一个糖衣的概念把它包覆起来，然后整张专辑的这个概念。编曲呢是用大量的这个国语流行音乐的编曲来编曲的，来做、对，然后用台语来唱这样。好的，那两位再来带来好歌。好，好，那我要带来的这首歌曲叫《真心换绝情》，信哥的歌曲。为什么要带这首歌？非常经典，因为我记得我在国中读书的时期，第一次接触到了台语是信哥的。真心换绝情，然后我就觉得，哎，这首台语蛮有那种新意的，而且编曲也是很像那种国语的感觉。是是是，那你就来唱这一首。好，那淑敏姐姐呢，就我来邀请她，好不好？你邀请我。啊，有一首对唱呢，也是很经典的，二姐的哥哥一星期爱的几嘞。啊，这太好了。我们两个一起来合作。好，阿你马上这位来欣赏这两首上好听的歌。
尊敬，不管相信你的爱情也比也冷，不管相信我的真心，最后我来一流绝情，敢讲天注定爱你一生，真心我绝情，我绝情。